这里是兰屿航空站，兰屿唯一的机场。兰屿机场4点钟就关闭了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兰屿机场航空站。哎，航空站很凉哦，开门。这里有德安航空唯一的航空公司。嗨，又见面了。这里有卖那个兰屿的特产。下一班车飞机是11点55。来看一下兰屿的文化。人类的眼睛。人类的眼睛有很多蓝屿的图腾哦，这是派出所，这里是地下屋的建筑，人类的眼睛，还有局长信箱，可以写信给局长，公共电话，这里有育婴室，可以哺乳哦。嗨，又见面了。红头直接略过吗？